小男孩被鲨鱼抚养长大，每天按照鲨鱼的方式训练，腹部竟长出了鱼鳃，牙齿也变得锋利，后背还长出了鱼鳍。而起初他只是每天用寿司投喂鲨鱼，渐渐的和他们产生了感情。可突然这天，海上刮起了暴风雨，实验室被摧毁，小男孩和爸爸都落入了海中，飘着飘着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。更绝望的是，还被一群鲨鱼盯上了，好在其中有只认出了他。为了报恩，鲨鱼骑在小男孩的屁股上，将他带回了老巢，而这里竟住着999只大白鲨。从此男孩上午练习憋气，下午抓住鲨鱼翅膀锻炼极速游泳，渐渐的他的身体发生了变异，越来越像一只鲨鱼。可这天小男孩吉米在海边钓鱼，竟然勾住了鲨鱼男孩。看到他的真面目，吉米瞬间惊呆了。趁父母吵架，他偷偷将鲨鱼男孩带回了家，还专门做了个鱼缸把他养了起来。鲨鱼男孩给吉米分享他的经历，吉米觉得太酷了，全都记在了笔记本上。可这天晚上突然一道红光亮起，一个满头紫发全身布满熔浆的女孩出现在门口。原来她来自遥远的口水星球，这次是来带鲨鱼男孩回去解决一场巨大的危机。两人离开后，吉米在学校分享他的奇遇，可却遭到了同学的集体攻击，认为他是在说谎，连老师也不相信他。下课时还被同学故意绊倒，抢走了他的笔记本，在上面一顿乱画。吉米瞬间气炸了，将笔记本狠狠砸向那个同学。就在老师发火时，外面突然刮起了12级的龙卷风，窗户全都被吹开。混乱之时，欧巴将笔记本藏了起来。这时老师叫同学们全都趴地上，可突然一声巨响，鲨鱼男孩和岩浆女孩破窗而入，同学们都看懵了。岩浆女孩一扭头，老师都给吓了回去。他们要找吉米，同学们纷纷指向后面。他单手抓起书桌，吉米躺在地上瑟瑟发抖。原来他们是来找吉米帮忙，现在只有他可以解决危机。三人跑向鲨鱼飞船，坐进了鲨鱼嘴里，一飞冲天。经过漫长的星际旅途，他们终于到达了口水星球。这里的世界和吉米的梦境一模一样，完全是儿童的天堂。可从昨天开始，一股黑暗力量控制了口水星球，距离毁灭只剩45分钟。当务之急是赶到星球诞生的地方梦之巢，可到达那里需要闯过重重关卡。他们乘坐轨道来到了一处游乐园，里面的孩子全被黑暗之王控制，永生永世没法停下来。他们跳上过山车，岩浆女孩朝轨道喷出岩浆，鲨鱼男孩用鱼鳍当作刹车，成功救下了孩子们。接着三人干脆坐上过山车，穿过洞穴来到了星球的电子控制室。掌管这里的是一个插头，一转身竟然长了一张人脸，还进化出了4条机械手臂。三人质问他为什么叛变，电插头二话不说直接召唤出了一群小插头，对他们发动了攻击。鲨鱼男孩手脚并用抵抗了一波进攻，但双拳难敌四手，还是被插头线给缠住了。另一边岩浆女孩直接对插头王攻击，可根本造不成什么伤害，反倒被他一招解决。三人全都被抓了起来，直接丢进了梦分场。好在并没有被摔死，但前方更大的危机还在等着他们。女孩递给他一块石头，男孩饿坏了，竟一口吃了下去，结果立马双耳冒烟，嘴巴喷火。这时同伴又拿出生鱼片说这个能吃，但男孩满脸嫌弃。女孩见状一手握上去准备给他做个烤鱼，结果用力过猛直接烤糊了，男孩顿时胃口全无。就在这时，旁边一个破损的机器人居然动了，他想帮助几人打败黑魔王，于是他取下两个眼球和一副牙齿，帮助他们穿越了大脑森林，并顺利登上了思想列车。可这列车没有轨道，几人无法控制方向，吓得哇哇大叫。危急时刻，岩浆女孩打开车门直接跳了下去，鲨鱼男孩也紧随其后。吉米虽然害怕，但还是鼓起勇气跳了出去，列车随即撞毁，他们幸运地活了下来。可鲨鱼男孩却一脚踩到了什么液体，他抓起一把竟直接放进了嘴里，好像很恶心，一口又吐了出来。还好不是奥利给，几人乘坐一块饼干顺着牛奶盒一路而下。原来他们来到了牛奶曲奇王国，就在这时旁边突然出现了两个巨人。三人用手拼命地滑，可蓝巨人大手一出，轻松地就拿住了饼干，岩浆女孩率先逃走。三人掉到了一块面包上，而巨人好像吃了奥利给，一口给吐了出来，转身就离开了。这时吉米发现巨人竟是他现实中的父母。另一边插头王牵着插头狗追了上来，朝他们发动了进攻。吉米赶紧做梦变出了一台鲨鱼摩托，可几人骑上去才发现里面装的不是汽油而是巧克力，没办法只能下来和插头狗硬刚。岩浆女孩喷出火焰杀敌，可她发现自己的能量越来越弱。这时插头趁虚而入，将她捆了起来。这边鲨鱼男孩大吼一声，拆掉摩托上的铁棍当做金箍棒，使出了一身中国功夫，插头狗根本无法近身，但他却骄傲一手掰断了金箍棒，这下马上就被插头狗电翻。吉米更是惨，直接被烫了个非主流。危急时刻，岩浆女孩将身体融化挣脱束缚，提醒吉米赶快做梦帮他们逃跑，结果真的梦出了一辆香蕉艇，几人赶忙坐上去，插头狗只能看着干瞪眼。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寒冰之地，前面就是寒冰城堡，拿到里面的水晶之心就可以冻结时间解除危机。可就在过寒冰桥时，插头狗大军又追了上来，岩浆女孩发现后顿时怒气直爆，
暴涨，火焰瞬间融化了寒冰桥，三人拼命地往前跑，好在都安全地到达了对面。可这时冰面却还在裂开，叉头王居然冒了出来，原来他早就埋伏在了这里，一招就电晕了他们。等到醒来，三人已经被抓到了梦之巢，而这里早就被黑暗之王控制，但他们没想到黑暗之王居然是吉米班里的恶霸，原来他偷了吉米的日记，然后乱写一通，把口水星球推向了灭亡。他们被关进了笼子里，就在几人无计可施时，周围突然响起了歌声，这声音让鲨鱼男孩很难受，可却直接逼出了他的大招鲨鱼狂怒。他一口咬断铁男三，邦邦几拳就拆掉了大半个笼子，太暴力了，几人赶紧逃了出来。陈浩爸做梦时悄悄拿走了笔记本，结果竟在上面发现了岩浆女孩还有一辆摩托战车，而鲨鱼男孩的父亲并没有死，一直乘坐潜艇在海底找他。鲨鱼男孩高兴坏了，岩浆女孩也兴奋地想要查看自己的身世，结果竟直接融化了笔记本，这下谁都看不了了。突然天空电闪雷鸣，鲨鱼男孩一看时间，距离星球毁灭只剩10分钟，他们必须尽快拿到水晶之心。在通过一个滑梯之后，几人成功进入了寒冰城堡内部，水晶之心就在面前。鲨鱼男孩率先爬上去，可就在最后一刻滑落了下去，鱼鳍还被卡在了冰柱里。接着吉米在上，成功取下了水晶之心，但马上危险就来了，冰柱突然出现裂缝，吉米手中的水晶之心掉了下来，岩浆女孩跑过去接住，竟直接被冻成了冰雕。这时四周的寒冰巨人活了过来，将三人压到了公主面前。当他出现时，吉米大吃一惊，原来公主是他现实里的同学，有了熟人事就好办了。公主当即取下脖子上真正的寒冰之心，将它交给了吉米，两人推着岩浆女孩赶往梦之巢。可速度太慢，他们干脆将冰雕当成坐骑，而此时距离毁灭还有10秒，吉米立马一个刹车下来之后，拿出水晶之心就要施法，可奇怪的是并没有什么作用。这时岩浆女孩突然破冰而出，说这玩意儿需要寒冰公主才能使用。突然冰面破开，原来叉头王找到了他们，鲨鱼男孩直接变身冲上去就要干他，可叉头王早有准备，放出了一群电鳗电晕了鲨鱼男孩。岩浆女孩为了救他不顾危险跳进了冰水里，将他救了上来，而自己却因为能量耗尽完全晕死了过去。看着躺下的两位战友，吉米感到非常无助。这时破损的机器人突然出现，告诉他火山岩浆可以复活女孩。这时鲨鱼男孩醒了过来，抱起岩浆女孩一脚地板油朝着火山口冲去，大家赶紧长按点赞给他加油。有了你们的助力，鲨鱼男孩很快就到达了火山口，一把将女孩扔了进去，接着一声爆炸，鲨鱼男孩飞出了几十米，而岩浆女孩成功复活，还升级了超能力。他使出一招火龙冲天，直接点亮了整个星空，这也导致吉米觉醒了超能力，一个瞬移就到了鲨鱼男孩身边，再挥手融化了冰河，让他拖住叉头王，而自己一个瞬移来到了恶霸身边。恶霸放出一群食人鱼，吉米转动手臂放出了一群泡泡困住了食人鱼，他换只手再转，一口气吹出了几十只蝴蝶，而恶霸更狠，居然口吐蜜蜂。吉米见状干脆使出了一招大脑风暴，顿时无数的脑花从天而降，恶霸根本招架不住，直接被砸成了大头娃娃，结果还头重脚轻翻了个180度。而这边叉头王猛地冲向鲨鱼男孩，不料他一挥手召唤出了一群小弟，直接割开冰层，叉头王掉进水里短路而亡。这边大头恶霸泄了气，变回了正常的形态，两人召唤出石柱来到了高空，看着下面美丽的口水星球，吉米劝恶霸知土迷返，恶霸也认识到了错误，要和吉米握手言和。可这时脚下的悬梯却突然断裂，恶霸急速的下坠，好在吉米踩着电风扇救下了他。此时岩浆女孩意识到自己就是这个星球上的光源，她感谢鲨鱼男孩，可这温度有点让她受不了。就在几人准备返回地球时，突然叉头王冒了出来，他扬言要飞往地球消灭正在做梦的吉米，说完就飞了出去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吉米的梦境，他赶紧眨了几次眼睛，果真从教室中醒了过来。此时狂风还在不停的刮，叉头王已经来到了地球。危急时刻，吉米拿出了那口水晶之心，将它戴在了冰雪公主的脖子上，水晶立马发光。小美伸出手掌，一道冰柱射向叉头王，直接给他冻成了碎碎冰。到此孩子们终于取得了胜利。这部电影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，其脑洞简直是大得惊人，而电影传递的主题也是要鼓励孩子们的想象力，说不定哪个想法就可能改变世界。好了，我是黑脸，下期再见。